挺猛的，玄翼能打控制呢，就是控一下还挺猛的。这不 2v2 吧？妙人镜没用，啥？行啊，我直接一直打控制。还没血量，吃就这，吃就这。瞄准镜没不强的，这把对面守的不是很长。坏了，没遇到果子。复活吧，永恩！哎，果子，哎，果子！啊啊啊！有点不吃人了，这么玩的，坏了！啊！什么东西？暴击这个呢，虚幻武器，两个人都不是人，坏了，这么感觉吃不了了。没一个是人，我靠！两双 AP 控制，还蛮多的水晶血。你是弹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前期战斗力真不强啊！号角加速。这个一般呀、啊，不是很强呢。我先看永恩他强不强，永恩强我其实拿三也行。感谢花粉君的超大火箭，感谢老板的超大火箭，你们谢谢老板。你怎么不买装备啊？你等我吗？这没什么用是吧？就怕递不出好东西，暴击万豪是一坨，还可以。
变态是吧？这么肉啊！哇，他妈肉晕了！AP 维鲁斯，拿影魔刀能打三家，我肯定不地的。拿影魔刀打一家、两家、三家、四家、五家都有用，那我选择拿影魔刀。AP 很多是吧？本来是拿，如果近战多拿复活甲是很强的。直接大刀冲进去就行了。对面人呢？哎，能打赢吗，兄弟 ？A 果子 ，A 果子，加油啊，胜！2500块了，送果子出去。啊，这个暴击就可以拿了，四只暴击等下可以要的。虽然说我们不主要转暴击，但是他额外给暴击是可以的。你主玩暴击太弱了，我试过了。我不想睡，谢谢。所以你没伤害啊，这腹地放的，来两穿甲，先拿大穿，再来一个收集者。挖大石加的是什么？叹为观止。Q 换武器，刚螃蟹就是他们吧？不是他们，我记得好像还有个螃蟹。哦，是他们吧？3000块。来吧，来吧，战斗继续。
伤害这么高吗？突然，不好意思，我菜了，我菜了。我想在 A 一拳再 EW 的，菜了，他这不行了。金丝钢人。他有伤害没伤害？就是那个。怎么打半天没显露的？不是哥们，打了一分钟了，显露哪去了？还没显露，我操！我的开睡。不是雾化哈，帮帮两拳。严秋，秘术冲拳，大招变形。这大招变形其实好像还行啊，我大过去他必吃我的两段重拳。但如果我能找个珠光护手的话，对面就要炸。有两个骰子，我要递一下。专属司机无法移动，垃圾。up， 垃圾中挑，找一个有用的，有点用的应该是。在偷钱啊，给我来个大虫子的吧，卢锡安的不要。其实我拿卢锡安好像还挺猛的，我操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看他们杀个大虫子。夜之风刃，九头蛇，夜之风刃的，这应该可以卖。我有钱给他买属性。公园湖，对。这把没有湖啊，来个珠光护手就湖了。哇，那大招不得直接爆炸？华尔兹的那个盖伦，不会把我给秒了。
太害怕了。要暴击，要暴击，89暴击就看起来很高了哦。先把这个家伙秒了，我去杀这个无畏战车，对，再来点移速就好。烈伤也很高，一刀暴击给我囊死了，这得60喽。他打断了。要买无尽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200属性随机，哇操，直接摆爆了，给了60暴击啊！我的发，给的也太多了。随机，给的攻击力和移速，哇操，真是要什么给什么。来点攻击力。要啥给啥，三二现在会有点炸，我大招两拳几乎是打谁都得死，可惜这波没闪。没珠光护手啊，伤害还是不太够哈。被我的爆炸炸死了，他把永恩砍死了，直接炸了他2000血，我靠！这个永恩直接当智爆小子，被别人一刀砍死，然后把他炸死了。